非常优秀的，他也完全具备了这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。那您觉得您这次能够获奖，是您作品当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陈晓慧？我想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作品的文学的素质，因为这是一个文学奖，他授给我的理由就是文学。我的作品我想是中国文学，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。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，表现了中国的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风情，但是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。我是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，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这个地区和种族的族群的这种。